各位法师、各位道友，大家下午好。首先，请大家发菩提心啊，怎么样发菩提心呢？我们在这个听课的时候，或者是烧香拜佛的时候啊，诵经磕头的时候。都是一样，首先要发菩提心。怎么样发菩提心？什么叫做菩提心呢？我们心里要想到我今天为什么要听课呢？我下决心我要让天下所有的众生我要让他们成佛。为了达到这个目标，首先我自己要成佛，我下决心一定要成佛。为了成佛，我今天听这个课，然后听了以后就认真的修心，这样子的话，总有一天呢，一定会成佛的成佛的时候呢，我去度一切众生。度化一切众生这样子的这个发心叫做菩提心这个菩提心我们不能没有凡是大乘佛教的这个所有的修心都不能离开这个菩提心菩提心我们可以说就是大乘佛教的灵魂菩提心就是大乘佛教的灵魂。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菩提心没有菩提心，那么我们的这个烧香拜佛念经磕头等等都不叫大乘佛法。那么什么叫做大乘佛教呢？就能够让我们成佛的这样子的这个山心山这样子的山根叫做大乘佛教能够让我们成为阿罗汉的这个山根叫做小乘佛教不能让我们成佛，只能让我们这个成为阿罗汉，然后可以解决自己的这个生老病死的这样子的法，叫做小乘佛教的法叫做小乘佛教的法。那么小乘佛教的法，它的发心是什么样子呢？一开始的时候，它就像我不要成佛，我不需要度天下所有的众生我要解决我自己的问题，就是我自己的这个生老病死的问题要解决，我自己要从这个轮回当中要获得解脱这样子的这个发心然后呢，让我就为了我个人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就是为了这个就是要修阿罗汉，最后就是成为阿罗汉的果位这叫做小乘佛教。大乘佛教呢一开始的时候开始的时候就发心我要去度一切众生我要利益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为了帮助一切众生，我要成佛就是我成了佛以后才能够帮助众生，才能够度化众生。如果我自己都没有成佛的话那么我没有办法去度众生我怎么度众生呢？我自己都没有解脱，我自己都没有成佛，那我怎么去利益众生呢？这个不可能的。所以首先我自己成佛我成佛以后呢，可以帮助很多很多的人，就像当年释迦牟尼佛成佛了以后呢，佛陀就度了成千上万的人佛陀度化众生的事业到现在也没有结束，未来的很长很长的时间当中佛陀会继续度化众生的只不过没有以释迦牟尼佛的身份去度众生而已实际上佛度众生的这个事业是不会结束的，所以这样子佛陀从成佛到这个一直这样子度化众生，不间断的度化众生，他就可以度化无数个众生。
啊，所以呢，我们如果能够成佛的话，那才可以度一切众生啊，这样子的，啊，要发菩提心，嗯，希望大家啊以后要忠实这个菩提心的修法啊。我们这几天呢，天天都在讲啊，个人的修心啊，个人的修心是特别特别的重要，嗯，因为我们个人还没有修心，还没有成就。这样子的时候呢，那下一世我自己去哪里啊？我们都不知道，没有把握啊，没有把握。下一世我再回来做人啊，还只是躲地狱啊，还只是这个做这个畜生或者天界，我们自己都没有把握。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啊根本就没有办法度众生啊。怎么度众生呢？不可能的啊！所以，首先啊，我们要点点滴滴的啊去修心啊，然后自己的修心达到一定的成就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再去度众生啊，这个是很啊，这个是成立的啊，所以特别重要，希望大家发菩提心。好，这个就是菩提心啊。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就讲啊，我们今天的这个课，嗯，那么今天的课是佛教的修心的次第啊，佛教的修心次第啊。这个无论是藏传佛教也好，汉传佛教也好，它的这个修心呢，有一种次第啊，有一种次第。这个次第特别重要啊，我们先修什么啊，然后再去修什么啊，这个修完了以后最后修什么，只有一个层次，有一个次第啊。比如说我们学习的时候啊，小学生他先去学小学啊，小学毕业了以后呢再去读中学，中学毕业以后再去读大学啊，这个并不是啊一开始的时候去读大学啊、研究生啊，啊这样子的话，如果我们没有小学的基础、中学的基础，这基础都没有，直接去读大学那是不可能的，嗯，不可能的。还有一个，比如说我们啊，每一天的这个生活当中，一日三餐啊。也是啊，比如说我们早上就是吃早餐啊，中午才能够吃午餐啊，晚上才能够吃晚餐啊。这个一日三餐它也有一个次第，也有个次第。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呢，就包括时间的、生活上的、工作上的啊，做任何事情它都有一个次第啊。按照这个次第去做啊，那就是这个事情一定会做得好的。如果这个次第乱套啊，比如说我们先做的工作后做啊，后做的工作先去做啊，这样子次第乱混乱啊，或者是根本没有次第，根本没有什么次第啊，自己想怎么去做，怎么想去修就怎么去修啊，很随意的去修心啊，或者是这样子的话呢，那工作也好，生活也好啊，是这个修心也不例外啊，一定会不会成功的啊，所以必须要有次第啊。我们次第混乱了以后呢，是什么样的状况呢啊？比如说我们啊，很多的这个学佛的人呢、啊，他们说他们在修这个大圆满啊。大手印，噶举牌的大手印啊，或者是他们会说他们在修十轮金刚啊，或者是说修绿度母呀，修某某某某的本尊呢 啊他们会说他们在修这些啊，然后再问他们，那么你们有没有修这个十千行、无欠行啊，或者十加行和无加行啊？他们说没有修十加行、无加行，嗯。那这样子是这个次第乱了啊，十加心和无加心它是所有的修法的基础啊，基础。然后有了这个基础以后，在这个基础上面呢、啊，然后呢再去修十轮金刚也好啊，这个大受印也好，大圆满也好，都可以的。或者是比如说啊，修禅宗也好，净土宗也好，
都可以的。但是如果没有啊，没有这个次第，那么我们的修心，尤其是像大乘佛教的、像韩传佛教的禅宗啊、藏传佛教的大圆满大受印这样子的比较高深的法啊，比较高深的法，如果没有基础，如果没有这个次第，那么我们修了也就是没有，不会有任何的啊，不会有任何的收获。就像我们啊，去修没有修谦心，没有修加心，去修大圆满啊，也许稍微有一点点感受啊，也许稍微有点感受，但是这个感受呢啊，这是一个临时性的啊，临时性的，就是比如说一个月、两个月呀、半年呐、这样子以后呢，这种感受啊，这种学佛的这种感受啊，就慢慢的消失了，没有了啊。为什么没有呢？就是因为他的这个基础没有做好啊，基础没有做好，所以呢，有些时候稍微有一点点感觉啊，修行的感觉啊，但是呢，这个有一点点这个感受或者是进步啊，但这种进步啊，一定不会很长时间的啊啊，而且它一定会消失的，那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没有基础。啊，没有基础，所以基础是最重要、最重要了啊！就是，就对我们这个刚刚学佛的啊，才进入佛门的人，或者是说我们虽然是学了十年、二十年，但是呢，实际的这种修行上面呢，那我们也就是一个刚刚学佛的人是一样啊，刚刚学佛人一样啊，这样子的话呢，那就是。这种人啊，我觉得就是说，对这种人来说啊，其他什么都不重要啊，最重要的就是最基础的这些修法。所以我们首先啊要修出离心啊，首先是要出离心，出离心啊。是我们无论修大乘佛教也好，小乘佛教，它的这个最开始啊，也是出离心呢。如果没有出离心啊，不但是不能修大乘佛教，小乘佛教也没有办法修了。那出离心是大乘佛教、小乘佛教的所有的这个大小乘佛教的共通的基础。共通的基础啊，所以我们首先要修出离心啊，然后我们修行的时候啊，首先不要急啊，要一步一步的有序的啊，有比较稳定的啊去修。修行我们有些时候呢，就是一时冲动啊，然后一开始的时候就去啊，想去修这个法，又想修那个法啊，今天又想去这边去观定，明天又想到那边去观定，一时冲动啊，一时冲动以后呢，短期之内就是这样子啊，然后慢慢的啊，就是因为没有感觉到什么修行的利益，或者是没有发现什么自己修行上的这个进步的时候啊，没有发现什么进步的时候呢，然后这种热心啊，就慢慢没有了啊，最后就变成一个很普通的啊，平时烧香拜佛以外啊，就诵经磕头，就是只能做这些最普通的这些功课以外啊，最后就是没有什么修心啊，修心没有进步，慢慢的退了啊，这样子非常的可惜的，也不能这样子啊。还有我们这几天，我们天天也在讲啊。目前我们绝大多数的这个学佛的人的一个普遍的现象啊，普遍的现象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去学习啊，不去打坐，不打坐啊，不打坐，不学习，然后就是喜欢烧香拜佛、诵经磕头，或者是我们啊，就捐钱做功德啊，就是做这些事情，那、啊、这些事情，烧香拜佛啊，
这个可不可以照相拜佛？当然是可以的，这是一种积累福报的一种方法啊。诵经磕头也是很好的啊。然后我们捐钱啊，去做功德，这也是很好的，这都是，这个都是很好的。我们不是说这些都不好啊。我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绝大多数的人就只懂得做这些啊，只会做这些，然后不做别的啊，不做文思修行，这样子就是啊，非常非常的这个可惜的呀 啊，这个是非常的这个可惜的。所以啊，所以这个希望大家啊，以后呢，我们还是要尽量的，就是往这个文思修行，尤其是个人的大作啊，往这个方面发展，往这个方向努力啊，往这个方向努力。否则的话，我们很多很多的人啊，就停留在这个烧香拜佛啊，只懂得烧香拜佛做功德啊。还有就是我们比如说平时啊念啊这个金刚经，但是金刚经的意思我们不懂啊。然后呢，我们诵这个心经啊，但是心经里面讲什么我们也不懂啊。就是念了一辈子啊，念了一辈子啊，但是最后我们还没有搞清楚这些心经里面讲什么啊，金刚经讲什么啊，不知道，然后呢更没有办法修啊，更不懂得修心啊，这样子是非常非常的可惜的啊。希望大家不要这样子啊，然后呢大家努力的去修心，我们这一生啊，就是获得了一个这样子的人生啊，然后呢有机会啊，有机会去学佛，有机会修心，有机会打坐，这个时候啊，我们不打坐不学习啊，只是为了啊，只是为了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利益，比如说为了健康啊，为了长寿，为了工作顺利，为了发财啊，就到寺院去烧香拜佛，我们求佛祖保佑啊，我们给佛啊烧香拜佛供养，然后呢佛来帮助我们解决这些生活上的啊这些问题啊，这样子呢这个就不叫学佛了啊。这种情况啊，目前我们的这个学佛的这个佛教徒啊当中，这个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啊，这种问题就是很严重。烧香拜佛我们可以做啊，诵经磕头也可以做，都是很好的。但是呢啊，不能啊只有这些功课啊，没有温思修，没有学习，没有修心，什么都没有啊。佛陀的这么好的这个智慧，佛陀的慈悲，这么好的东西啊，我们根本就不去学习，不去修行，我们考虑的还是我们现世的这个啊生活，就是为了生活啊。那这个跟我们比如说普通的人，不学佛的人啊，他就是为了生活去赚钱啊，赚钱啊，以金钱啊来解决这个生活中的问题啊。我们就是求佛，让佛来解决我们的这个生活的问题啊，这有什么不一样呢？目的不就是一样吗啊。没有信仰的人，他没有求谁，他没有求鬼，没有求神，也没有求佛，他就是很现实的啊，自己去赚钱啊，自己养活自己，然后呢就是以钱啊或者是权力来解决这个生活啊，生活上的问题，工作的问题。那我们学佛的人呢啊，很多学佛的人他不是啊，让佛请释迦牟尼佛来啊解决我的这个生活上的这些问题啊，请释迦牟尼佛来解决我的这个婚姻的问题啊，感情的问题，工作的问题啊，这些都释迦牟尼佛呀、阿弥陀佛呀、啊观世音菩萨呀、药师佛呀，他们来啊帮我解决这些问题啊，我就给你们这个烧香啊拜啊，然后你们来帮助我这些问题啊，帮助我解决这些问题啊，这个啊这种学佛的这个方式呢，就是我们普通的人去赚钱啊来解决生活的问题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啊，
只是方法不一样而已，目的都是一样，目的最终的目的还不是为了生活吗？我们还不是为了这个轮回啊，不是为了解脱啊，不是为了解脱，更不是为了这个利益众生啊，帮助众生啊。所以这种学佛的方式呢不对的，我们需要改变。但是我们现在的状况是什么样子呢？因为很多的人他们以为这个就是学佛啊，学佛就这样子啊，他们绝大多数的人还不懂得啊，还不知道学佛是另外还有一种学佛的方式啊，这个就是最大的问题啊。但是我们可以考虑啊，比如说学佛的人当中有一部分人啊，他本来就是不想成佛啊，他不想成佛啊，然后呢他也不想成为阿罗汉啊，他不想解脱，他自己本来就不想解脱的啊，那他想要什么呢啊，就是他喜欢啊这一生过得好，然后呢下一世也能够过得好，不堕地狱，不堕畜生啊，不堕这个恶鬼啊，不堕恶鬼，然后生生死死能够拥有一个幸福的生活啊，健康的身体啊，他就是只求这些，不求其他的。那么这样子的人一开始的时候就不想解脱啊，不想成佛，不想成为阿罗汉，这样子的人啊，可不可以学佛呢？我们这个学佛的这个佛教徒当中允不允许有这样子的人呢？允许啊，可以的。那这个叫做什么样的学佛？这叫做人天啊，这叫做人天佛教，人天成啊，这叫做人天成啊。人天成是什么样子呢？我们平时讲的大乘佛教啊，小乘佛教，大乘佛教是成佛的啊，小乘佛教是称为阿罗汉的啊。那人天成啊，人天成是干什么的呢？人天成他是不追求啊佛的果位，第一也不追求这个阿罗汉的果位，但是他就是只追求生生死死能够拥有人天的福报啊，人的福报和天人的福报，在人间或者是在这个天人当中能够享受幸福的快乐的这个生活啊，他其他的他都不求啊，不想解脱，不想成为阿罗汉。有一种是这样子的人啊，有一种这样子的人。那么这个我们可以说啊，可以给他们讲，可以这样子啊。如果你暂时实在是不想成佛啊，实在是不想解脱，那也可以啊。有一种方法，那你就可以学人天成啊，人天成。大乘佛教你可以不学啊，小乘佛教你也可以不学啊，那么你就学人天成啊，人天成。那人天成啊，它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呢？啊，什么叫做人天成呢？第一个啊，人天成是第一个条件是什么？他要相信轮回啊，相信轮回。轮回就是人死了以后呢，再会转世啊。他第一个要这个相信轮回，第一个就是要相信轮回，第二个呢，相信因果啊，相信因果，相信轮回，相信因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这个他要相信，在这个基础上。尽量的行善啊，尽量的啊，这个断恶啊，不去比如说杀盗淫妄啊，不去做，尽量的回避，尽量的不做。然后呢，烧香拜佛之类的这个善事啊，尽量的去做，尽量的帮助别人，比如说慈善呐、公益活动啊，也是善，比如说修学校、修医院、修免费的养老院、修路补桥啊，还有就是这个修庙供僧
等等啊，这都是这个都是山啊，都是新山。而、这一类的这个山，尽量的去多做啊，多做这样的山。然后呢，煞到荧光啊，就叫做不善，尽量的回避啊。这样子的话呢，就可以的。这也是一种啊学佛的方法啊，这也是一种学佛的方法，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根基不一样啊，根基不一样，所以啊，我们让所有的人教所有的人去学发菩提心啊，小大乘佛教学大乘佛教，学小乘佛教，可能有一定的难度啊，可能有一定的难度，因为每个人的根基不一样啊。那么这些人，比如说我们在佛教里面呢，只有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只有这两个佛教，没有第三个的话，那么就是不想解脱的啊，不想成佛的啊，这些人就没有办法学佛了啊，这些人是没有办法学佛了。所以呢，就释迦牟尼佛就是为了针对这种人啊，为了针对这种人，就是啊，就有一种佛教叫做啊人天成啊，人天成也叫做人天佛教啊，大乘佛教、小乘佛教、人天佛教，就这样子。这个是可以的啊！我想我们今天呢，这个社会就是一个功利啊，功利主义，然后每一个人都是利己主义者啊。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一个就是物欲横流啊，这样子的时代，然后我们每一个人去这个想成佛呀，想解脱呀，这样子，我们就是以成佛解脱这样子的标准来要求大家的话，那就是有点难了啊，至少一部分人是不会做不到的。那么这种人呢啊，可以啊，可以学，可以学啊这种佛教。我想可能绝大多数的很多很多的人比较适合啊，比较喜欢这样子的这个佛教啊。但是要告诉大家，这种佛教，这个佛教是不能解决我们的生老病死的问题啊，生老病死的问题不能解决啊，不能让我们从这个轮回当中解脱啊，没有办法解脱，只能在这个人间啊，或者是在这个天界啊，享受人和天人的这个福报啊，只能做到这一点啊，他不能解脱啊。不能解脱的话，那没有太大的意义了。那比如说我们在人间或者天界啊，可以很长很长时间享受人间的人天的福报，但是如果这个生老病死的问题没有解决的话，那就是最大的痛苦，最大的问题没有解决，最根本的问题没有解决呀 那么在最根本的问题没有解决，那其他问题解决了也没有太大的用处啊。所以呢，我们也不能啊，也不能所有人都去学这样子的佛教啊，不要大家不要说哦哟这样子的佛教，那我们就去学这种佛教啊，不能这样子啊。但是有些人是可以学这种佛教。那我们现在的状况是什么呢？就是很多人就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大乘佛教、小乘佛教、人天佛教，我们不知道。我们大家都以为烧香拜佛、诵经磕头，这个就是啊，这就是佛教啊，其他不知道有什么其他的佛教啊，这是不对的啊，这个是不对的。本来我们是想啊，应该可以学大乘佛教、小乘佛教都可以学，但是因为我们不懂啊，所以就是最后我们啊，一学佛，所谓的学佛学了一辈子，但是呢，也没有学到大乘佛教，也没有学到小乘佛教，什么都没有学，最后我们学的是到底是什么佛教都说不清楚的啊，所以我们把这个分开啊，大乘佛教、小乘佛教分开了以后呢，如果有人觉得啊，我暂时实在是做不到大乘佛教、小乘佛教，那我就学了小这个人天佛教，可以的，可以。但是现在我们的状况不是这样子，不是因为我们不是不能学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而是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学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啊。
我们不知道这个除了烧香拜佛、诵经磕头以外，还有一个什么佛教可以学啊？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这个局面啊，就是这样子形成的啊。我们很多人是喜欢烧香拜佛啊，然后呢，比如说我们藏传佛教啊，经常都观定啊，观定每天连续观定，观一个月、两个月啊，天天观定，天天观定。但是呢，我们绝大多数的人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观定啊，观了定又怎么样啊？观定以后有什么要求？我们也不知道啊，我们绝大多数人就不知道。然后呢，我们绝大多数的人就也不知道这个观定怎么样观，什么样的条件下才能够观到这个定啊？观定有没有什么要求啊？比如说观定的人他有没有什么什么啊？有没有什么这个要求资格啊？什么样的人都可以观定，还是有资格的人可以观定啊？那么资格这个什么是资格？我们怎么知道他有没有资格？等等等等的问题，我们都没有去了解啊。还有一个，我们观定的时候，我自己怎么样？这个我自身需要什么样啊？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我们也不知道。只是我们认为，比如说我们今天在这里观定的话，大家都觉得只要到这个观定的现场去参加了啊，就观了定了啊，就观到定了，就接受到这个观定了啊。其实不是这样子啊，大家要知道，观定的赏识也要有它这个它的这个啊标准啊。标准在哪里呢？大家可以看大圆满的前心啊，普贤上师言教这本书里面呢，上师的这个标准他讲得特别特别的清楚啊，什么样的人可以当上师啊，什么样的人可以作为有资格作为这个金刚上师啊，金刚上师啊有标准的啊，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谁想观定就可以观定啊，谁想穿法就可以穿法，这个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比如说我们今天的这个社会上的这个很多很多的这个职业，它都是有必须要有它自己的这个标准。比如说医生要有医生的这个资格证啊，医生没有资格证不许看病啊。如果没有这个开车的，那必须要有驾照，如果没有驾照不允许开车啊，等等啊，就是有这样子的有一个标准。那么学佛教也是一样的啊，也是一样的，上师有上师的这个标准，必须要有这个标准，就是有资格的上师才可以观定，没有这种资格的话那就不能观定，不允许观定的。这些是有的，不但是有，而且非常非常严格的啊。比如说作为一个小乘佛教的上师啊，他需要什么样的条件，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作为一个大乘佛教的先宗的上师，他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具备啊？具备什么样的条件？作为一个大乘佛教的密宗的上师，他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这三个上师的这个级别都不一样，所以他们的啊这个要求也就是越来越高啊，越来越高。所以呢，我们不要轻易的啊，不要轻易的，比如说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很多人说自称是啊，是什么很了不起的活佛啊，很了不起的这个成就者啊，很了不起的空心母啊，很了不起的瑜伽师，这是我们藏传佛教里面的问题啊。然后呢，每一个人都给自己写传记啊，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到现在就是多少多少专师了，多少多少的这个专师啊，三世、四世啊，什么什么什么什 什么时代，然后多少多少代啊，然后又多么多么的神通，又多么了不起，又什么什么，就是啊，就把这个就说得非常非常的啊。就是搞啊，然后我们很多人就是很盲目的觉得哦，这个可能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者啊，然后
我们去接受观点，这些都叫做迷信啊，这叫做迷信，这个不叫封建迷信，但是呢，这个也叫做迷信啊。所以大家不要这样子迷信啊，真的有没有这样子的这个标准，要去观察的啊。还有就是汉传佛教里面也有啊，也有很多人就是说自己是多少多少代的禅宗的什么多少多少代的这个什么很了不起的禅师啊，很了不起的禅师，然后就是说是什么佛的传世啊，什么什么的再来人啊，这样子也很多啊，汉传佛教里面也有这样子的，不是没有啊。还有就是除了藏族人来说自己是活佛等等以外，还有就是很多汉族的啊人也到，比如说到印度啊，到尼泊尔啊，或者到西藏去啊，就是就这个到某一种这个寺院啊，到某种寺院去，也许可能学习啊，学习一段时间，或者是连学习都没有学习啊，然后呢给钱，给了钱以后就做一下这个寺院的啊，这个寺院呢因为给他们捐了很多钱以后呢，可能啊他们让他做一做这个啊，就是接待啊，就是一个这是一个寺院的一种接待的方式，让他做一做这个法座上啊，然后呢就拍照拍录像，回来以后就是开始宣传啊，个人宣传啊，我们现在这个网络上啊，啊，这个各个地方每一个佛教中心当中啊，有很多很多的个人宣传的资料啊，个人宣传的资料。这个时候呢，我们大家都不知道到底谁是啊真正的这个上师，谁不是啊，不知道。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很迷茫啊，学佛的人都很迷茫，大家都觉得啊，谁说他是活佛，我们就认为他是活佛；谁说他是佛，我们认为他是佛；谁说他是啊五十几代的禅师，或者六十几代的，或者三十几代的什么什么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禅师，然后就能够回说一句两句过去的这些禅宗的这些师父们的一句两句话背下来说一说，然后大家都觉得很了不起的开悟的上师啊，去追随啊，这样子的这个学佛啊非常非常的危险啊，自己要去观察啊，要观察，必须要有资格才能够才能够观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本身我们自己要观定的时候要具备什么呢？必须要知道这个观定是什么意思啊。然后呢，观定的每一个观定都有观想啊，观想观定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用这个宝瓶啊放在我们的头顶的时候啊，或者是某一尊佛的佛像放在我们头顶时，我们怎么样观想？它有一个观想啊。那我们根本没有这种不懂的这些观想，什么都不懂啊啊，这样子把这个宝瓶放在头上啊，就观了定了吗？这个不是观定啊，不是观定。但是我们不懂，所以呢我们就是没有办法接受一个真正的观定，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呢，观定以后啊，观了定以后呢，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啊？这个我们不懂，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啊。观定是什么意思呢？观定就是接受啊，密乘戒啊，接受密乘戒，就像我们守菩萨戒啊，守居士戒啊一样的啊，守密宗戒是什么呢？就是观定啊。观定就是受密宗戒啊，那我们可有可能我们今天在座的，就可能每一个人都就观了十几个定呢，上百个定都有可能啊。但是呢，我们很多人知道，很多人不知道这个观定以后的这个密宗的戒律啊，十四条根本戒，我们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十四条根本戒是什么啊。那这样子就会犯密宗戒啊，犯密乘戒是很大很大的这个罪过啊。所以以后不要这样子盲目的学佛啊，盲目的学佛呢，真的这个有后果，有这个负面的作用，特别特别严重啊，特别的严重。所以我们不要这样子盲目的学佛，学佛也得要有正知正见啊，不要那么茫然啊，这样子盲目迷信啊，学佛也好啊，盲目的做任何工作啊，都不会成功啊
啊。那学佛也是一样的，不要这样子盲目啊。那我们怎么样不盲目呢？如果我们像一个政治政见有政作为一个政治政见的人啊，作为一个如理如法的这个学佛的人，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啊，那今天我们就是讲这个次第了啊。次第，先做什么？先大家学习啊，先去学习啊。学习就有两种方法啊，大家要记住有两种方法。两种方法当中的第一个是什么呢？广学多闻啊。广学多闻就是我们学很多很多的佛教的理论，比如说藏传佛教里面呢，他就讲五部大论啊。五部大论就是五个最主要最主要的这个论啊，论点。这些论是揭示啊释迦牟尼佛的般若波罗蜜多呀啊，这个大第三转法轮呢，反正就是佛陀的这些啊大乘的小乘的啊这些佛经的啊这些佛经的这个解释啊，就是用这个五部大论来解释啊这个佛经啊，才能够比较完整的比较全面的可以这个了解佛的真法。它就是这五部大论就像五把钥匙一样啊，就像五把钥匙，我们把这五把钥匙掌握好了以后呢，可以打开很多很多大乘佛教的啊门啊。但是是不是我们所有的人都要去这个学这个五部大论呢？那就不一定了啊，不一定。有两种情况，就是像多了解啊佛教，多了解佛教，很喜欢这个佛教的理论啊这样子的人。还有一个就是以后学了以后呢啊，准备弘扬佛法啊，给别人讲经说法啊，就比如说去当这个佛学院的老师呀，去当这个比如说寺院里面的这个佛学院也好，大学的佛学院也好啊，或者是在我们比如说像在这个居士啊佛教的这个小团体里面去当辅导员呐，去当这个老师呀啊。当然要当上师的话，那就是要具备很多很多的条件，但是呢辅导这个没有太大的问题了啊，比如说辅习啊，比如说我们其他的这个上师讲的法，我们拿来我们学完了给大家辅习，大家一起这个讨论辅习，这个都没问题的啊。就是做这样子啊，像这个做这样子的辅导，或者是这个像当老师的啊，那这种人呢要广闻多学，这个五部大论都要学，全部学啊，还要学密法啊，这样子的话是这个我们可以比较全面的可以了解佛法。但是这个是要有时间啊，没有时间的人，需要上班的，需要工作的人，就是要这样子就很难了啊。所以这个我们一般啊，绝大多数的人就不会考虑这个啊，可能少数的人呢也可以这样子啊，少数的人是可以这样子，但是呢绝大多数的人可能不会这样子啊，不考虑这个，因为至少目前还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啊，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我们连个人的一个简单的修行啊，都来不及。那我们学这么多东西，可能啊，跟没有时间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学习的方式啊。另外一个学习方式呢，是最简单的啊，简便的这个方法，又简单又方便。这种学习呢我们必须要去学习啊，连这一点都不学习的话，那就根本没有办法学佛了啊，没有办法学佛，没有办法修心啊。这种是什么样，这种学习是什么样子呢？比如说我们啊修思加行啊，修出离行啊，这个时候啊，修出离行的时候呢，首先我们要去学修出离心的方法啊，修出离心怎么样修啊？它的方法是什么？它的理论是什么？
为什么要修这个出离心，什么叫做出离心啊，至少这一点啊不能不学了啊。如果这个都不学了，那我们没有办法修心啊，怎么样修呢？怎么样打坐呢？什么都不懂啊，那就没办法学佛了。所以这一点我们必须要学，每一个人都要去学啊。我们刚才讲的大乘佛教、小乘佛教啊，然后人天佛教，这三个佛教徒都要去学啊，都要去学。如果这一点都不学，那就我们真的是很盲目，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佛法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谓的学佛学了一辈子，也不会有什么进步啊，也不会有任何的收获。所以啊，可以不学很多很多的东西，但是这一点是必须要啊，必须要学啊，必须要学。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你可以不了解啊香港的这个每一条街、每一条道、每一条街、每一条巷啊，可以不了解没关系，你不需要走这么多的路啊，你又不是开计程车啊。如果是开计程车、开出租车啊，那这样子的话，那就是这个城市的所有的每一条路、每一条街都要清清楚楚的呀，否则啊，这些人没有办法，这客人没有办法送到目的地。如果不打算啊，不打算这个开计程车啊，那就不需要了解这么多啊。但是呢，你平时自己这个活动的这个环境、这个区域的每一条路啊、每一条街都必须要记得清清楚楚呀，这样子啊才能够从家里啊到单位去上班，从单位啊就回到家啊。如果连这一点的路都不知道的话，那就是如果在家里就没有办法去上班了，如果去上班就没办法回来了啊，没办法回家了。同样的道理啊，我们比如说《无部大论》啊，还有很多很多的佛经啊，就像这个城市的每一条路、每一条街、每一条道啊一样的啊，学当然很好啊，如果有时间学当然很好，但是如果实在是没有时间，那也可以暂时不去。但是我们自己这个所学的、所修的这个法呢，就像我们从家到单位、从单位到家啊，或者是自己比较活动比较频繁的啊这个区域一样啊，那这个区域当中的街道每一条路、每一条街都必须要记得清清楚楚，否则没有办法出门。同样的道理，我们啊自己必须要修的这个法，怎么样去修啊，这一点是不能不学的啊，不能不学。如果只学这一点啊，那我们不需要学太多太多了啊，不需要学太多啊。比如说我们就学一本书啊，就学一本书，就像比如说如果学这个宗喀巴大师的啊《菩提道次第广论》啊，这样子的法也可以，或者是可以学大圆满的前经、普贤上士言教哦，这样子的一本书就够了，基本上都够了。这里面呢，基本上都有了啊，一本书啊，啊，这是一本书啊。这一本书，如果还没有时间的话，也可以把它再简便一点啊。这个一本书呀、啊，也可以再浓缩一点。如果这一本书也没有时间学。没有时间学，那也再可以再简单一点，也再可以浓缩一点，都可以。但是就这么一点啊，是不能不学的。这一点都不学，那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修心，没有办法打坐啊。所以，希望我们今天在座的所有的这个学佛的人啊，以后就不管这个时间的长短啊，每一天或者是每一周都有一个学习的时间啊，这个不能没有啊，不能没有啊。我们学佛怎么学？烧香拜佛根本不是学佛啊，烧香拜佛就是供佛，这个叫做供佛，我们是供养佛的啊，还没有学佛啊。烧香拜佛、参加水陆法会、参加这个观定会供啊，这些还不叫学佛，这根本不叫学佛。
这叫做什么呢？这也许是做一个功德啊，积累福报，也许是积累福报。如果心里啊发心啊回向啊这些没有做好的话，那就积累福报也难说啊。积累福报能够积累多大的福报也不好说啊。所以千万不要啊，千万不要这么盲目的学佛啊，没有必要这么盲目啊。我们可以学啊，学习的条件都有了呀，为什么不学呢？啊，不要那么茫然啊，这样子就是学佛，我们有可能这一辈子都荒废了啊，都浪费掉了啊，这样子非常的可惜啊。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样的，就是这一生当中啊，我们有一个这么好的机会，我们可以去选择大乘佛教啊、小乘佛教啊、人天佛教啊，或者大乘佛教里面的仙宗啊、密宗啊、大圆满大寿因，有这么多的选择啊。因为我们有这么多的选择，所以这个人生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啊，难得的。佛教讲人生难得啊，这个并不是说所有的人生都是难得的呀，很多很多的人生其实没有太难的啊。真正的难是什么呢？啊，真正的人生难得的意思就是说，就是有机会啊走这个成佛的道啊，有机会走解脱道，有机会修心，有机会这个学佛，有机会解脱的，这种人生才是难得啊，才是难得。这个并不是所有的人生都难得，所以我们这种人生呢，的确是非常难得的啊。那么这一次呢，这一生我们已经拥有了这样子的人生啊，那这个大家要懂得珍惜啊，这个要懂得珍惜。如果这个一次机会错过了啊，错过了一次机会，那么什么时候再有这样子的这个机会啊？一万年、百万年、千万年，或者是几千年，有没有这样子的机会都不好说啊，不好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什么把握啊，自己心里没有把握，所以啊，要这个不要这个错过机会，要学正法啊，要梳理，要建立政治正念啊，政治正念啊，这个特别非常的重要啊。所以我们可以，大多数的人呢，可以选第二种这个学习的方法啊，第二种学习法。那么第二种学习方法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比如说我们首先去学啊处理性的修法啊。那处理性的修法怎么修？首先去学人生难得啊，去学完了以后呢啊，去修啊，去修。学完了以后，人生难得啊，学完了以后我们去修大作，大作修心。然后我们对这个人生难得有一定的这个啊，有一定的这种感受，有一定的感受，或者是这个进步要达到什么样的这个标准呢？人生难得这本书里面每一个修法都有标准啊，讲得很清楚的。我们的修心，它这个修心里面呢，有高标准，有低标准啊。如果没有达到高标准，这个没关系，但是呢，低标准都没有达到，那就是不行的，要反复的去修啊，反复的去训练啊。那我们，你们会想啊，那我们怎么知道我这个修好了没有呢？啊，这个我们自己会知道的。他这本书里面讲啊，我们的这个修行的程度要达到什么什么什么样的标准，然后我们可以把我们自己的这个所修出来的啊这个感受可以对照啊，可以对照对比这书里面的啊，就基本上达到了啊，自己认为基本上做到了，那就可以了啊，人生难得，修好了啊，修好了以后呢，然后我们进一步的去学第二个法啊，第二是什么呢？死亡无常，第二个就是无常啊，然后就去学无常，无常的修法去学习。怎么样个学习的方法呢？比如说香港这边呢，也有很多藏传佛教的中心啊。如果在你们的中心里面呢啊，有活佛，有堪布啊，有这样子的上师来带
啊，或者是有人传有人讲啊，或者是这个香港也有很多汉传佛教的寺庙啊，那这些寺庙里面呢，比如说方丈、住持、和尚啊，有人会讲这些修法，那非常好啊，就听，先去听，嗯。如果这些都没有啊，没有人给我们讲啊，那就是通过网络啊，网络上的音频、视频、看书，还有 DVD 啊，就是通过这些方法啊来学习，完全可以完成啊这个学习，嗯，然后学完了以后，这个学好了以后呢，需要有一个口传啊。口传啊，这个我们经常这边也有很多高僧打的，经常都会啊经过香港啊啊，那个时候或者是自己的这个中心啊，我们的比如说藏传佛教的这些中心里面的这些上师啊，因为语言啊，因为语言的原因，有可能啊这个表达也许不是很清楚，但是呢，口传啊用藏文给大家念，这个应该不成问题的。啊，这个不成问题，这个用这藏文直接念就可以了，这不是很大的问题啊。那通过这样子的方法，我们首先把这个学习的问题解决好啊。第二个就是去学死亡无常，然后死亡无常的这个思维的方式啊，全部学好了以后呢，然后我们打坐去修啊，修啊。打坐的方法我等一下要给大家简单的介绍这个打坐的方法，一些具体的方法，然后这些思维的方式啊，思维的方式，比如说我们人生难得啊，我们怎么样去思维啊，人生难得我们怎么样去想啊，怎么样去思考这个问题，嗯，然后无常怎么样去思考，怎么样去思维啊，这个已经有了，这个已经有先称的这个思维的模式啊，思维的模式，这种思维的模式叫做人生难得的修法啊，无常的修法，其实这些修法都是一种思维的方式而已啊，思维的方式，然后忍静下来打坐啊，打坐去思考这些，嗯，然后第二个啊，死亡无常学完了修好了以后呢，然后第三个我们再去进一步的去学习啊，轮回的痛苦，轮回的痛苦学好了啊，这个修法啊，方法学好了以后，然后进一步的去修啊，这样子以后呢，这四个修法修好了以后，最终我们需要什么？需要出离心啊，出离心，出就是出入啊，出入的出，离开的离啊，不是出离事情的出离心啊，就是出入啊，出离。什么出什么离呢？我们从这个轮回当中啊，从六道轮回当中要走出去，要走出去啊，所以叫做出啊，离就是我们要远离啊，远离六道轮回啊，意思就是说我们从此以后不在这个六道轮回当中轮转啊，就是这意思，这叫做出离啊，出离心，嗯。那首先要去修这个出离心啊，出离心，嗯，那什么叫做出离心呢？我简单的啊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出离心，什么叫出离心啊？首先啊，深深的体会到这个轮回，六道轮回，无论是地狱啊、畜生、人或者天界，都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这个痛苦啊，不同的痛苦，不同层次的这个痛苦，嗯，六道轮回当中的啊，相对而言比较幸福的是人和这个天人啊，这是最幸福的了。但是呢，人也有很多很多的生老病死的痛苦呀，那么天人也有很多的痛苦呀，所以六道轮回当中呢，没有一个是没有痛苦的地方啊。这个痛苦我们之前呢，就是佛教讲六道轮回痛苦的时候，很多人觉得啊，佛教是消极的呀、悲观的呀等等，但其实不是这样子，因为我们今天呢，主要是讲这个次第啊，不是讲这个怎么样是痛苦，嗯，不是讲这个六道轮回的痛苦，所以我们今天啊，
只讲此地啊，没有讲这个痛苦的方面。但是呢，我们啊有很多的书，有光盘，有资料，有各种各样的资料都有，大家可以去看啊，了解一下六道轮回到底是不是痛苦啊。比如说地狱啊、畜生啊，这些我们比较理解他们是痛苦，但是人怎么是痛苦的呢？啊，难道人间没有幸福吗？没有快乐吗？啊，幸福有，快乐也有啊。佛没有啊，不会否定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些快乐和幸福，这些都有的啊。但是这些幸福呢，都是相对啊，相对的幸福快乐相对，而且非常非常的短暂啊，短暂啊。这个幸福快乐，所有的这些啊，很短暂，很短暂，一会儿就变成了痛苦了啊。所以呢，释迦牟尼佛将轮回痛苦是一个比较深层次的啊这个层面去思考这个人生啊。所以呢，佛讲的这个六道轮回啊是痛苦，是我们不要一个比较简单的、很轻易的去说哦消极啊、悲观啊，其实不是这样子。我们深入的去思考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知道哦，原来六道轮回是的确是痛苦的，我们会知道的，嗯。然后这个是第一个啊，深深的体会到六道轮回是痛苦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因为这是痛苦啊，所以我要从这个六道轮回当中要解脱啊，我不想再轮回啊，我不想再轮回，我不要再轮回啊，我不想再做人，再做天人啊，地狱和畜生那更不想做了，人我也不想再做了啊，天人我也不想再做了，我一定要超越这个轮回啊，我一定要超越啊。这个决心叫做出离心啊，这叫做出离心。出离心是比较容易的啊，比较容易，我们平时都比较容易啊，我们感觉到这个轮回很苦啊，这样子以后呢，就是深深的体会到啊，这里面没有太大的意义，所以我一定要成佛，我一定要解脱啊。这种想法呢比较容易的啊，比较容易，因为我们经常啊长期在这个轮回当中啊，就是受了各种各样的这个折磨啊。还有一个是，比如说有些人是他啊，因为过去的福报啊，过去的福报，他在这一生当中的确是没有什么太多太多的啊痛苦啊，没有经历过太多的这个痛苦啊，太多的这个坎坷，一生都一辈子都是比较顺利的，嗯。但是呢，啊，如果他就是沉迷在眼前的这么一点点的这个啊，幸福快乐当中，不懂得进一步的去啊，这个去这个追求解脱啊，这样子的话呢，那就他这一生当中他是没有经历太多的这个痛苦，这是他自己过去的福报。但是下一世如果啊有没有这样子的福报，那就很难说了啊。有一天这个福报没有了，那就有可能是一个非常非常啊这个全球的收服的身份啊，一下子就是落到一个乞丐的身份，都有可能啊啊，都有可能的。这福报是什么？比如说就像一个飞机的燃料一样啊，飞机的燃料，嗯，如果这个飞机啊它不懂得降落到地面啊，不懂得加油，一直都在空中飞飞飞啊，那这样子呢，它的这个燃料一定会啊，一定会耗尽。那它燃料什么时候耗尽，它就会啊，会降下来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啊，就没有办法再飞了啊，没办法再飞，就会啊，就是坠机啊，人亡，就会导致这样子的后果啊。所以我们这个这一生当中啊，比如说有些人比较幸福的啊。但是呢，也不要说啊，我很幸福呀，我不要学佛呀，我不需要做什么，不能这么说。你幸福是过去的福报，但是呢，现在啊，就这个短短的，本来人生就是这么短暂的啊，这个当中大部分都已经过去了，现在的这个啊幸福，
这已经也不是很长时间如果一辈子都顺利晚年也就是这样子一直都顺利一直都幸福的话，那时间也不是很多了，下一世呢根本就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情况所以也不要沉迷也不要沉迷在眼前的眼前的这个稍稍的稍许的这个快乐当中不能沉迷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懂得积极向上积极向上，只要有这个心态不断的上升，不断的这个提升这样子呢是有希望的所以在轮回当中我们就是说我不愿意在这个流转这个轮回当中，我一定要解脱，下决心就是发自内心的想我一定要解脱这种这个决心大家有没有过？如果有那就非常好，你已经有了处理性了已经走上了这个解脱道，在这个解脱的道路上已经走上了第一步了第一步了，但是呢也要知道这刚刚开始这是刚刚一个起步而已这是一个起步而已还没有到还没有解脱，这是在解脱的路上开始走但是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非常好的基础告诉大家，如果有了这样子的处理性，那么从此以后比如说我们今天真正的就是有了就产生了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决心的话，那么我们从今天就开始跟这个轮回分手了开始分手了，跟轮回分手从此以后呢我不会在这个轮回当中走得很远当然这个我们只要有一个这样子的心，是不是从此以后不轮回呢？也不是，但是还会轮回的，但是呢不会很长时间不会很长时间，所以希望大家我上次也讲过，这一生当中密宗藏传佛教的密宗讲即生成佛，如果能够勇拱的话有可能即生成佛这个密法的历史上呢也有这样子的成就者，但是呢这个非常非常的少，很少所以我们不一定能够即生成佛不一定，但是没关系即生成佛我们没有做到没有关系除了即生成佛以外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是什么呢最好能够真悟明心见性我们可以，我上次也讲过了你们也许听到，也许今天没有听到，今天在座的可能也许大部分也没有听到过，我们学佛要设立这个目标要设立目标，目标最终的目标是成佛解脱，这个不需要不需要现在才设定什么目标，这个已经有了但是呢在这个还没有到达这个最终点站之前比如说我们坐这个地铁去目的地那它的这个终点站以外还有在这个路在这个途中还有好几个站那这个站一个站一个站都要去经过，最后才能够到达这个终点站那么我们学佛的终点站就是成佛解脱但是还没有成佛解脱之间也要我们要设立几个这个目标下一世是什么样子我们不知道，这个如果就设定什么目标能不能真正能不能做到也不好说，但是呢这一生我们自己可以设定目标比如说我在死之前我在这个修行的路上我一定要完成什么什么什么工作我在这个修行的道路上一定要达到什么什么样的目标必须要设立这样子的目标，然后往这个方向奋斗这样子我们的学佛有动力有进步这个特别重要那么这个目标是什么呢？有三个目标，第一个目标就这一生当中没有成佛没关系的这一生当中当然最高的目标是这一生当中成佛呀，即生成佛当然这个是非常好的，但是呢这个我们不一定能做得到
那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这一生当中，我们争取正悟啊，明心见性啊，有没有这么想过啊？我们比如说烧香拜佛，能做多少就做多少，没有什么目标啊，这样子呢，修行不会有进步。所以希望大家把自己的修行呢，要设立一个目标，比如说我这一生，我一定要啊。开悟，我一定要证悟啊！我一定要明心见性，这是我的目标，我一定要达到这个目标。这样子呢，有一个目标就很有动力的啊，很有帮助的啊，这是最高目标啊。然后再下面呢啊，再下面啊，还有另外一个目标，第二个就是什么呢？我们如果没有这样子的目标，那就可以第二个什么呢？发菩提心啊，菩提心。比如说我们想啊，我死之前一定要啊这个完成这个菩提心的修法啊，我死比如说离开这个地球的时候啊，死亡的时候啊，不能没有菩提心，我一定要跟着菩提心啊走啊，我那个时候呢，我其他的身外的东西，什么东西都带不走，没关系，这个大家都带不走，我不在意啊。但是呢，我一定要有一个东西可以带走啊，这个是什么？菩提心啊，我一定要把菩提心修起来，这是我的这一生当中的目标啊，也可以这样子啊，也可以这样子建立一个这样子的目标，中等的目标啊。然后下等的目标，最最最下等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出离心啊，出离心，出离心，我觉得这个我们所有人都应该没问题的啊。如果只要我们把建立一个这样子的目标，然后在这个方向奋斗的话，完全是可以的啊。但出离心也很好啊啊，也不能这个啊。不能轻视这个出离心啊！大家不要觉得出离心很简单，出离心不简单啊！这是因为我们从无始以来到今天呢、啊，这样子轮回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出离心呢 啊！因为我们没有出离心，如果我们再造诣啊，几千万年，比如说几百万年，或者是几千年之前，如果我们有出离心啊，几千万、几百万，我们不说。几千年前如果我们有出离心的话，那今天我们不会是这样子的。所以出离心不简单啊，只要有一个开始，这个很重要啊。希望大家好好修出离心啊，好好的修出离心。我们学佛的啊这个机会，也许很长很长一段时间当中只有一次机会啊，一次机会有可能是现在的这个机会了啊。如果这个机会错过了啊，当然我们懂得烧香拜佛，这个总比不学佛好，总比不信佛好啊。但是呢，也不能停留在这个层面上啊啊，大家要建立目标啊，希望大家建立目标，这三种目标都可以的啊。这三种目标是我们作为一个这个途中的几个站啊啊，我要比如说要到达这个终点站，终点站就是成佛，那我首先要到达出离心的站，第二站就是菩提心，第三站就是证悟空心，然后第四就是终点站啊，要建立这样子的这个目标，然后这个目标建立了以后呢，我这一生当中要走几个站啊。如果这一生三个展啊，出离心、菩提心、证悟空心都走完了，那已经是非常非常好了，那就剩下的就不多了啊。如果这个都做不到的话，那出离心和菩提心啊，我建议啊，大家不要这个仅仅是出离心，在出离心的基础上加上这个菩提心啊。证悟如果能够证悟，那是非常好了。但是呢，不证没有证悟也没关系。出离心跟菩提心不能没有了啊！希望大家把出离心和菩提心啊作为目标，最低的目标啊，最低限度的目标。出离心、菩提心啊，这两个修好了，那就是我们真的是没有白来啊。这个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有些人啊
有钱，有些人没有钱，有些人有命，有些人没有命，有些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来受苦一样的，一辈子都很辛苦很痛苦，有些人呢就是来享受一样，就是一辈子相对来说还是幸福的啊，这样子。但不管怎么样，走的那一天呢，走的那一天就像《如心论》当中讲的一样，比如说我们几个人一起就在一个房间里面，大家睡着了然后呢就每一个人都做不同的梦有些人呢这个做了噩梦做了非常非常恐怖的梦有些人就是做了非常非常这个悲伤的这样子的梦有些人就做了非常幸福的快乐的梦不管怎么样，大家醒过来的时候呢都是一样的醒过来的这个瞬间看都是一样，不管你经历的是什么东西什么幸福什么快乐痛苦醒过来的从这个瞬间以后呢大家都是一样的虽然在这个之前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经历不一样，但现在完全是一样的这些快乐，这些幸福这些痛苦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东西，就过了有可能在这个追求这个快乐幸福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不知手段有可能就造了很多的业，就是留下来的就是这些，没有留给我们什么都已经不存在同样的，我们就在这个世界上来了以后呢，每个人的经历不一样，但是呢走的瞬那那一瞬间都是一样的，所有人的再怎么样的这不同的经历，在这个时候都变成一样，所有的东西这个时候就是归零就是有归零了。我们到这个时节的时候，我们没有文化，没有钱没有身份没有权利，什么都没有然后呢从一岁开始慢慢慢慢的学习，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去努力，不断的奋斗，然后就是50、60、70、80岁的时候呢，就是所谓的成功就是有点钱有点权力等等然后就是70、80就是这样子的时候呢，又开始走了一圈，然后开始归零了开始归零了走的这个瞬间就是生命的最后的最后的一刻就是归零了从零走了一圈然后又回到零，在零的这个状态下又走又下一次每一次都是这样子，都是要回归零，归零每次都是归零所以我们来的时候也是两手空空，走的时候也是两手空空的那是我因为我们的奋斗的方向错了我们的目标错我们的奋斗都是钱权力就这些没有其他的奋斗的目标，所以就是又出了问题我们钱也好权力也好，这个世俗人他可以追求的他可以适当的追求这些东西，但是呢只懂得追求这些然后除了这些以外没有任何的其他的目标那就每次都要归零这个是最遗憾的。所以我们这一次呢不能归零不能归零。身外的东西呢，比如说你有几百个亿的这个身价也好或者是在存折上面呢只有几千块钱也好一样的，都是一样的，到了这个归零的那个时候都带不走的，都是别人的都不是自己的，都是别人的但是呢有一个这个东西我们可以带走，是什么？我们修的这些出离心菩提心证悟空性的智慧这些我们不需要留在这个世界上，不需要送给别人，没有人来剥夺我们的这些东西这个我们可以完全可以带到带到下一世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不是归零身外的东西生生死死都是一样的，归零这次也会归零的都是要送给别人，愿意也要送给别人，不愿意也得要送给别人的但是
有一个是我们可以带走，出离心、菩提心之类的，这些是可以带走的啊。希望大家努力，这个不是为了谁，不是为了释迦牟尼佛我们要奋斗啊，不是为了谁谁谁，不是为了我们的上师我们要奋斗，是为了什么？就为了我们自己啊，大家要奋斗啊。我们每个人都会说啊，要爱自己啊，是要爱自己，但是这个爱自己跟自私这两个不是两个概念啊。爱自己是不是说要自私啊？爱自己是什么呢？要我们要懂得真正对我有用的啊，对我来说，对我的这个生命来说，真正的有用的，而且是从长远的啊有用的啊。这是什么？就是要去懂，要懂得去追求这些东西啊。这叫做爱自己啊，这个很重要啊。我们是很爱自己的，但是呢不懂得怎么样爱自己啊，不懂得怎么样爱自己。就像有些父母他很爱他的儿女，但是他不懂得怎么样爱才是这个对的正确的啊，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这一次啊刚才讲的，我们先设定三个目标啊。最理想的就是啊，出离心、菩提心的基础上证悟空心。如果这个不行啊，第二那就是中等的，就是在出离心的基础上一定要发菩提心啊。实在是不行的话，那最低最低最糟糕的情况就是啊，不能低于这个啊这个出离心呢 啊。如果这三个都没有了啊，那我们烧香拜佛这个做了多少这不算什么了啊，做的再多也好，再好也好，这个不算什么。那这个就为什么不算什么呢？这个不能让我们解脱呀，只能在即轮回当中啊让我们享受一点点的福报而已啊。所以出离心跟这三个是我们的最大的目标啊，然后啊建立一个这样子的目标，这三个当中最终的目标就是我们比如说啊，我就是要解脱，所以我要成佛啊，所以我要解脱啊，这个轮回当中我不想再流转，所以我要解脱啊，这种叫做出离心啊，这叫出离心啊。希望大家第一个就是修出离心啊，当我们啊，没有修好出离心之前啊，希望大家什么都不要修啊，修了没有用啊，大圆满不要去修，大手印啊，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些本尊的修法不要修啊。就是你们很多人在念这个很多很多的本尊的衣柜啊，念很多本尊的衣柜，但是不懂这个内容啊，内容不懂，这些本尊的衣柜都是属于这个密宗的啊修法，密宗的修法，然后这些衣柜它的作用是什么？大家知道吗？衣柜的作用是什么呢？啊，衣柜的作用就是提醒我们啊，让我们去向它的内容，去向它的内容啊。那我们不懂它的内容啊，那就根本没有办法修，那就光是念这个是没有用了啊。念这个衣柜，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衣柜呢？我们为什么要念呢？念的原因就是用语言去念这个，它的目标是什么？它的作用是什么？让我们更好的去思考它的内容啊，让我们更好的去修它的内容。那我们现在根本不懂它的内容，光是念这个衣柜有用没有用了啊，没有用的。所以啊，这个衣柜呢，你们也先不要着急啊，衣柜可以念，但是先暂时不要着急啊，因为我看到就是我们有些人的这个功课啊，就是这个很多很多的衣柜，就是要念两三个小时都念不完啊，那就是没有修行的时间了，就念衣柜，念衣柜，念咒啊。除了念这些东西以外呢，没有修行的时间啊，没有修行的时间，这样子不对。所以呢，暂时你们不要去念这么多的衣柜，先暂时可以放一放啊。有些比如说
自己发心了，已经是发心啊，已经发誓要念多少多少遍啊，那这个是不能放下来啊，这个还是要念完啊。除了这个以外啊，这个更多的仪规不要念啊。那现在我们怎么做呢？你们说呀，烧香拜佛也不需要了啊，观定又不需要太多了啊，然后现在又仪规又不需要念了，那我们到底去干什么呢？啊，然后剩下的有，你们别着急啊，还有这里就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啊，是什么呢？就打坐啊，打坐啊，修心啊。这个大作修行这一句话里面，就内容就非常非常丰富，我们可以做一辈子的啊，都做不完的。这个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修行的方法，密宗的、宪宗的，都在这个大作修行里面啊。学佛的终点就是大作修行，大作修行才叫做学佛。然后。念仪轨啊，念仪轨是为了大作，为了大作啊。比如说我们念仪轨的时候，这些你们可以回去看一看，这些仪轨里面在说什么呢？啊，已经翻译了这个韩文的这些仪轨里面，你们看看他在讲什么呢？啊，就是说让我们观想什么什么佛，这个佛的身体有什么颜色，手里面有什么东西啊，就是讲这个呀，这个仪轨里面就讲这些呀啊。但是我们就是用口头上去念一下啊，心里不懂得怎么样去修啊，这样子呢，这个意义就不是很大了啊。我们念的再多，这仪轨本尊的仪轨意义，实际的意义不是很大，所以暂时不要念太多太多的仪轨啊。尤其是我觉得啊。尤其是我们很多居士所谓的这个学密宗、修密宗的很多人是什么呢？就念这些仪轨啊，念各种各样的这个仪轨，本尊的仪轨啊，本尊的仪轨，然后，但是他根本就不懂啊，怎么样修啊，基础也没有，然后也不懂这个本尊的这个修法怎么修，我看到这个很多上师们呢、啊，给你们工安排的布置的这个功课也是这样子，就去修这个念这个仪轨，念那个仪轨啊，然后念这个咒，念那个咒啊，念咒当然好，这个我没有说不好啊，然后呢，念仪轨也原则上我没有说不好啊，念仪轨也没有说不好，但是呢。这是原则上没有说而已，实际上我们没有不懂这个仪轨的内容的时候呢，念了也是没有用的，所以这一类的功课你们先不要去做啊，这种功课先不要做，不着急，以后可以有时间去做的。然后我们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子，比如说这个问题在大陆也有，比如说很多人问啊，我的本尊是谁，我的本尊是谁呀、啊、我应该修什么本尊呢 啊我们就告诉他们，你先不要着急，根本是谁，根本不重要。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这些基础的修法，基础扎实了以后呢，然后到时候你知道根本是谁啊。所以现在不着急啊。那我们这边肯定也有这样子的情况啊，也有这样子的情况，所以你们不要做这样子的功课啊。那做什么功课呢？大家先静下来，我刚才讲了，先去学习啊，人生难得怎么修，死亡无常怎么样去修，怎么去思考啊，轮回的痛苦怎么思考，出离心怎么去修，先把这些学完了以后去大作啊，大作去修啊，严格的要求自己啊，严格的要求自己，然后呢，当我们觉得啊，出离心修得差不多的时候啊，好，这个时候呢，我们不需要再修出离心，然后呢，第二个就去修这个菩提心啊。我今天讲的这个次第是什么？第一个是出离心，从内容啊，从内容的角度讲，这个次第先是出离心，再是这个菩提心，最后就是真无空心。这是从它的内容的角度讲啊，从方法的角度讲，先去听啊，先去听啊，然后再去思考啊，然后最后再去修啊。
从内容的角度讲，大家记住，从内容啊，从内容的角度讲呢，出离心、菩提心、证悟空心。嗯，从这个方法的角度讲啊，闻思修，先去听，然后去思考，最后去修。啊，具体的修法呢，这个我们进一步的去学习。今天我们是讲这个次第啊，今天我们不是讲具体的修法，具体修法我们等一下有一些有几个比较需要大家了解的，我等一下就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其他的思维的方式呀等等，这个内容太多太多了，这个我们一天讲不完的，今天也不是主要讲这个，这个你们呢希望大家进一步的去学习这个出离心的具体的修法，菩提心具体修法这样子啊。好，这是这个出离心，然后第二个就是菩提心啊。菩提心的修行的方法呢特别的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菩提心的修法。那么这个菩提心的修法呢，在藏传佛教里面是这种方法是最多最多最多了，最丰富啊，各种各样的光的、略的、简单的、复杂的就是在这个十分钟之内修完的，或者是你可以修两个小时的都有，什么样的修法都有。但是这些修法我们先去学先去听，听完了以后呢去思考通过这个闻和思然后这个菩提心的具体的这个思维的方式全部都搞明白了以后搞明白了以后呢，然后再去打坐再去打坐，再去修，这叫做修闻思修。修心的方法那就要去学，这叫做菩提心然后第三个这个次第这个菩提心学好了以后，菩提心修好了以后第三个就是空心证悟空心这个是最重要最重要了。如果我们有出离心有菩提心，唯一一个没有证悟空心那就是我们的问题呢还是解决不了的因为我们的这个贪嗔痴所有的烦恼所有的这些轮回当中的这个痛苦都赖自于这种执着，赖自于我们的无明，赖自于我们的执着。那这个无明和执着怎么样解决呢？就是需要用智慧需要用智慧。用什么样的智慧呢？就是需要用证悟空心的智慧证悟空心的智慧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先把修出离心，再修菩提心菩提心修完了以后呢，然后再去修这个空心那菩提心的这个修法当中我们前面讲的这个思迁行，然后这个当中有一个无迁行无迁行或者是无加心也叫做内加心思加心和这个外加心是一个意思然后呢无加心和这个内加心也是一个意思加心和前心这些都是一个意思然后这个加心里面呢，无加心里面除了这个菩提心的修法以外还有几个修法首先我们把这个出离心修法思迁行修完了以后呢，开始修无迁行，先修这个皈依先修皈依，皈依修完了以后第二个就修菩提心菩提心修完了以后第三个就修金刚萨埵修金刚萨埵念白字名念十万遍就是忏悔我们从无始以来所造的这种各种各样的罪业杀盗淫妄，这些罪业非常严重，如果这些罪业不清净的话，那我们没有办法明心见性没有办法证悟。比如说这个天空就是这个有乌云，就像是昨天的天气前天的天气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太阳，没有办法看到蓝天像今天的这样子的天气，就是这些乌云消散了以后呢，
然后我们才能够看到这个太阳啊。我们的这个从无始以来所造的这些障碍、这些罪业呢，就像乌云一样啊，乌云一样。然后我们的佛心如来藏，光明空心啊，这都是一个意思。这些就像蓝天和这个太阳啊一样，但是因为有了这个乌云把这个蓝天和太阳都遮盖了以后呢，我们从地球上看不见啊。同样的，我们有这么深重的罪业，这些罪业不清净，那我们没有办法明心见性啊，我们没有办法证悟，所以要忏悔是特别重要，所以要念金刚萨埵，修金刚萨埵的修法。然后这个第四就是修曼扎拉。曼扎拉是这个积累福报的一个非常非常殊胜的一种方法啊。积累福报呢，在大乘佛教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我们通过任何一个方法都可以积累很大的这个资粮啊，都是可以积累很大资粮的。但是其中有方便啊，有很大的这个能力的一个最最最殊胜的这个方便啊，这个方法是积累是曼扎拉啊，就是供曼扎啊，供曼扎，我们供曼扎修曼扎，然后就积累资粮啊，积累资粮啊，这就是比如说我们把这些罪业啊都清净了，然后呢，资粮啊也就差不多了啊，也就积累了很多资粮了。那么现在呢，我们离证悟空心很近很近了，已经很近了啊。在这个之前呢啊，虽然我们的心中有佛心啊，有佛心，有光明如来藏，但是呢，在这个中间就是有一个厚厚的一个罪业啊，把这个遮盖了、隔阂了啊，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证悟啊。那么现在呢，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把这个障碍、这个罪业啊，就已经讲到啊最低最低的这个啊，已经讲到最低的这个程度了。所以现在呢，我们需要有这个诀窍，有一种诀窍的话，那可以恍然大悟啊。那么这个诀窍啊，证悟空心的诀窍，是要来自于我们的上师。没有上师，我们自己看书是不行的。比如说啊，大摩祖师到这个中国来传这个禅宗的时候啊，禅宗也就是心心相传啊，传下来的就叫做传心法啊，这个跟密法是很像的，很相同的地方，有很多相同的地方，所以他的这个传播跟他的这个上师啊有非常大的关系。没有上师，这个禅宗不离文字，传心法是没有办法传啊，所以他在这个传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上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密法也是一样，大圆满啊，密法也是一样，上师特别的重要。所以啊，这些都做完了以后，五个加薪当中的最后一个加薪啊，叫做上师瑜伽啊，上师瑜伽。修上师瑜伽，然后祈请上师，然后呢，我们啊求上师的加持啊，求上师的加持，然后就啊通过这几个方法啊，通过这几个方法，让我们的这个根基非常非常的成熟。根基成熟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当年啊，刘祖慧能大师，他就是用金刚经里面的一句话就证悟了啊，一句话就证悟了。那我们呢，金刚经有可能我们很多人每天都在念啊，每天都在念，但是呢，我们没有证悟。那为什么不证悟呢？这金刚经它本身就没有神和不神的区别啊。刘祖慧能大师听到的金刚经，也就是我们今天大家念的这个金刚经啊，这佛经里面没有两个不同的金刚经，就是一个金刚经。
但是我们为什么不证悟呢？就是因为我们的根基不成熟啊，根基不成熟。什么叫做根基成熟呢？当我们的这个，比如说我们的积累啊，也就积累了很多很多的资粮，然后呢，这个亲近了这个很多大部分的这个罪业，然后也获得了上师的加持，各方面的这些条件啊都具备的时候，这个叫做基啊，这个叫做根基成熟啊。这根基成熟的人是什么样子的人呢？就像六祖慧能大师啊这样子的。六祖慧能大师他也不识字啊，他也不识字，嗯。他去这个拜啊五祖弘忍大师的时候呢，也没有让他去学五部大论呢，学什么呀？让他到后院里面去干活啊，干活，干活干了几个月、八个月以后呢，然后有一天晚上给他讲《金刚经》，当下就开悟了啊，当下就开悟了。那为什么他不需要修这些这么多的这些出离心的菩提心？他为什么不需要做呢？他这一生当中啊，他已经有了这些东西，都有了。为什么有了？他不是没有修，他有修啊。他上一世再上一世，他修了，已经修好了，根基非常的成熟了，该有的这些都有了，都条件都具备了。所以在这一生当中呢，他已经啊非常成熟了啊，离这个明心见性只有一点点的距离，嗯。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五祖弘忍大师啊，给他稍微一点点的指点啊，立即就这个恍然大悟，证悟了啊，证悟了，这叫做根基成熟啊，根基成熟了以后就是这样子，嗯，那我们没有根基成熟，所以我们念了很多呀，听了也很多，也不能证悟的原因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不能证悟啊，有人与人不一样啊，那我们现在是。这个根基不成熟啊，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永远都没有机会去证悟空心呢？啊，不是，我们现在我们的证悟根基不成熟，但是呢，我们有办法啊，有办法让我们的根基成熟。嗯，这个办法是什么呢？这办法就是四加行和五加行啊。通过四加行和五加行修出离行、修菩提行，忏悔自己的罪业，然后呢积累福报，然后就是修这个上师的这个相应法，这样子以后呢，通过这些前行的修法啊，通过这么多的修法啊，慢慢的把我们啊推到这个证悟的边缘上啊，把我们推到这个证悟的边缘上，嗯。这个时候我们去修啊，听大圆满啊，听大手印啊，听中观都可以的。这时候呢，稍微有一点点指点啊，然后立即我们就证悟了啊，证悟了，证悟空心了，嗯，就这个时候就达到了第三个目标啊。那证悟空心是不是成佛了呢？不是啊。证悟空心跟这个成佛是两回事啊，证悟了空心以后呢，我们啊能还要走很远很远，嗯，比如说啊，比如说我们啊证悟空心的意思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地球上啊，用我们的肉眼去看，直接去看月球啊一样啊。很明显的看到了啊，月球，嗯，但是呢，还没有走。如果要走到月球上，那我们就是要登陆宇宙啊，这个飞船啊，就是要飞到这个月球上，我们才能够接触到啊。所以，我们成佛呢，就是要登月一样啊，成佛就是像登月啊。然后证悟呢，在地球上我们看到了啊，看到了这个月球啊，或者是已经乘上了这个宇宙飞船，现在快要起飞啊一样的这个时候了啊，这个时候，但是还有很远很远的距离啊。那我们这个之前是什么样的这个概念呢？还没有证悟之前呢啊。
没有证悟之前，比如说我们就从来没有看到过什么叫做月球，从来没有看到过月球，只是看到过月亮的照片或者是别人画家这个画下来的月亮我们看到过画家画的月亮，绘画出来的月亮，或者是月球的照片我们只看过月球的照片，从来没有肉眼看过月球也就是说从来没有这么清楚的这个看见过月球一样现在我们从这个房间里面出来了，不需要这个图片我可以用肉眼直接去看看月亮，看得非常的清楚，但是呢还没有等月就是这样的概念。但是没关系这个看到了以后呢，就是已经乘坐了这个飞船的时候呢，然后就60几个小时以后就可以到达这个月球了就不需要太长太长的时间了不需要太长的时间，很快就可以到达月球也就是我们说证悟了以后呢，虽然离佛离成佛有很远的这个距离，但是我们很快就可以到达从此以后就很快就可以到达所以就虽然不是成佛证悟空性虽然不是成佛，但是很快希望大家要努力就是要往这个方面走，闻思修就这三个次第就是这样子次第，这叫做这个次第然后证悟了空性以后证悟空性以后呢，我们如果想学本尊的这个仪轨也可以的想学本尊的仪轨也可以，或者是没有证悟空性我们对空性呢就是有一定的了解有一定的了解，至少我们在理论上知道了什么叫做空性，大概就是有一个概念理论上知道了，稍微有一点点的这个对空性的体会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去修本尊可以修本尊，但是修本尊的前提的条件是什么呢？首先要去学密法的这个本尊的修法本尊的修法首先必须要学，比如说本尊里面这个本尊的修法里面，比如说我们修观世音菩萨的时候或者是修金刚萨埵的时候呢他会告诉我们，让我们把我自己观想为金刚萨埵或者是把金刚萨埵观想为我自己，我跟金刚萨埵就是无二无别让我们去修这样子的修法，让我们去观想这样子的修法。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没有这种密宗的这种观点没有密宗的见解的话这时候我们很难接受很难接受。为什么很难接受呢？本来我是想忏悔我自己的罪过忏悔自己的罪过，然后呢想修金刚萨埵想祈请金刚萨埵，金刚萨埵加持我清净我的这些罪业本来我是想这样子那么这种这个罪业呢，应该是金刚萨埵观想在前面，然后我就观想在金刚萨埵的这个桌前，跪在金刚萨埵桌前，然后我去求金刚萨埵忏悔金刚萨埵，这样子才对这样子才对为什么呀？我把我自己观想为金刚萨埵呢？怎么可能金刚萨埵观想为我呢？那我把我自己观想金刚萨埵，那我这个罪业我怎么清净呢？我怎么忏悔呢？现在没有办法忏悔了，金刚萨埵难道还有罪业吗？那这个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接受了那这个怎么样这个解决这个问题？那我们就是要去学密法学密法，需要去学密法的这个观点，也就是说他的见解先去学学了以后呢我们才能够接受就是说密法里面就讲如果我们的心清净我们的心我们的内心
达到一定的这个境界，达到一定的这个境界的时候，达到一定的境界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的心清净，所以这个世界啊都是清净的佛国啊，佛国。然后我们的心不清净的时候呢，这个佛国就是地狱啊。这个禅宗里面呢，达摩祖师也讲得很清楚了。其实密法里面讲的也就是这些啊，没有别的。密法也讲，佛经啊，这个显宗当中讲，八地菩萨啊，他看到的这个世界是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样子的世界啊？他看到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就是像西方极乐世界一样的清净的这个佛的啊刹土。那八地菩萨的看到的这个世界呢，也就是我们的这个世界，他把我们的这个世界啊，就是看成啊一个非常清净的。那我们呢，把八地菩萨看到清净的世界，我们看到的是不清净的世界。所以这个清净和不清净啊，不是以这个世界它的本质来决定，本质上都是清净的，没有不清净的，不是它的本质来决定啊。那是以什么来决定呢？就是以我们自己的这个真无，我们的心来决定。如果我们的心迷啊，不真无迷，那就是不清净，我们看到的是不清净啊。在这个不清净的这个当中啊，金刚萨埵不是我啊，我也不是金刚萨埵啊。金刚萨埵不要观想为我，我不要观想金刚萨埵。金刚萨埵就是观想前面最高的地方啊，我就跪在金刚萨埵的这个左前，然后呢，我从无始以来所造的这些煞道因王，统统都说出来，向金刚萨埵忏悔啊，这个就是对的啊。这样子是对的，有些修法啊，金刚萨埵的修法是这样子，这是我们的不清净的还没有证悟的时候的观点啊，适合这个观点啊。然后呢，八地菩萨啊，他看到的就没有金刚萨埵和众生这样子的分别，金刚萨埵就是众生，众生就是金刚萨埵啊。那么根据他的这个层面来讲，那我们现在我观想金刚萨埵也是没有错的啊，实际上就是这样子的啊，实际上我们都是金刚萨埵，金刚萨埵的本质也就是众生啊。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理解了，哦，原来把我观想为金刚萨埵是这个原因，这样子啊。那我们每一天做的这些这个仪轨啊，这些各种各样的仪轨，本尊的仪轨，都是这种修法啊，全部都是这种修法。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把我自己观想金刚萨埵啊，为什么要把我自己观想为我的本尊呢啊？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因为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啊修心的这个结果啊也啊不怎么样，不怎么样。所以我们先把家心修好，修好了以后呢，再去学习啊，再去学习密法。然后学习密法的方式呢，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两种方式啊，比如说把所有的密法当中大部分最关键最重要的密法全部去学啊，然后再去修啊。那这个我一般这就是广学多闻，但这个我们一般人做不到，这太多太多了，这个书密法的书。那我们可以简单一点，比如说啊，我们在修金刚萨埵的话，那么这个金刚萨埵的修法我们要去学啊。为什么要我把我观想金刚萨埵？为什么我可以把我观想金刚萨埵啊？为什么金刚萨埵可以观想为我？为什么要这样子观想？这观想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啊？这些要去学习啊。如果不学习的话，这个当中有很多很多的困啊，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疑问啊，这些疑问一直都困扰我们啊，最终解决不了，解决不了让我们变怀疑变修心，没有结果的啊，这效果很差很差。所以啊，我们首先修什么样的法也好，首先必须要看清楚啊，相信这个法的这个
修发，然后力量相信他的力量，然后相信了以后坚定不移的相信啊，我相信这条路是一个正确的路啊，我相信这个路能够让我活得解脱啊，这样子以后呢，然后我们再进一步的去修啊，这个时候呢，你们可以修金刚萨埵啊，观想本尊啊，修绿度母呀，修什么呀？都可以的啊，都可以的。然后就在这个之前就不要修啊，也不要去修什么荒财神这类的啊，不要修啊。现在我们藏传佛教的很多上师也就慢慢的了解弟子们的这个心态是什么呢？大家很想发财啊，然后呢去想想，那他们喜欢发财的话，那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呢？然后想来想去，哦，我这边有一个金这个荒财神的修法，这个给大家灌个钉，他们一定会很喜欢的啊。然后呢，把这个荒财神圣的钉给你们灌了啊，然后呢，让你们去修荒财神的法啊，然后你们就觉得，哎呀，我们的上师对我们太好了，这个让我们发财了，然后呢，什么都不修，先去修这个荒财神的啊。告诉你们不会发财的啊，不会的，不可能，根本就不可能的。为什么？如果真的想用修心来发财的话，那就是多做善事啊，多做善事啊。比如说我们，比如说啊，投资的人呢、啊，先把他的钱呢、啊，全部要投资啊。有可能这个风险投资投错了，这个没有任何的东西，这个成本都收不回来，也有这样子的可能啊。但是也有可能这个投资可以啊赚更多的钱，投资公司啊啊一样的。我们首先把我们现在啊有的这些钱里面拉一部分啊来做善事啊，比如说去做布施啊，布施就是说。就很多没有啊，这个很穷的人啊，就是看不起病啊，就是不能解决这个温饱问题的人，给他们啊就做布施啊，这样子的话呢，这个功德有的，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这个有一定的风险啊，是什么风险呢？有可能这种投资，有可能这一辈子可能没有收不回来了啊，下一辈子有啊，再下一辈子有啊，但是我们很急啊，我们的眼光就这么一段段就鼠目寸光，下一辈子有没有这个我们不管，就现在必须要有啊，就是在两年之内我一定要发财，所以我要去修什么什么啊。两年结果什么都没有发生啊，然后呢更加的比以前还差，然后对佛法失去信心了，哎呀，我从此以后不修佛法了，我不学佛了，我不相信佛了啊。告诉大家，这个本来就不是用做这个事情的啊，所以他肯定做不好的。比如说我们请一个画家，一个非常优秀的画家，让他去当律师，他做得好吗？做不好的。他本来不是当律师的啊，当律师呢，就是要去，我们要去请一个有资格证的律师，让他去做，他做得肯定很专业，很好的啊。那佛法是用来干什么？佛法就是用来让我们解脱的啊，让我们解脱，让我们解决我们的内心的痛苦的啊，让我们成佛的，这样子啊。那是不是这个比如说荒财神啊什么这些，是不是那是不是根本就没有什么意思，是不是根本就没有效果呢？那如果没有效果，那这个是不是骗人的呢？啊，也不是有效果，但是呢这个效果还要具备太多太多的条件啊。什么条件啊？第一个要积累福报啊，第二个你要去工作啊，如果不工作的话，这钱荒财神修得再好也好，从钱不可能从天而降啊，所以呢这个还是如果想赚钱，那还是好好工作，这个是最直接最直接的，好好工作啊，这个就可以了。如果再想啊用佛教的方法去发财，那就是多做布施啊，多做这个功德
啊，给你们讲一个故事啊，也许你们不相信，你们觉得不会，这个不可能，我们修黄财神怎么可能不发财呢？肯定会发财的。但有可能很多人有这种想法。我给你们讲一个故事啊，以前有一个修行人，他去修他的这个护法啊，他修护法修得特别特别的成功啊。那他成功到什么地步呢？什么程度呢？他跟这个他的护法呀，每天都可以这个人与人这样子可以对话，他有什么请求可以祝福他啊，就可以完全可以人与人对话一样的对话。然后有一天呢，他的这个护法就是告诉他啊，明天啊，我给你一个这个就是财发财这方面的一个这个给你一个奖励奖品啊，或者是这个叫做用佛教的标准的语言讲，这叫做西地啊，成就啊，明天我给你一个成就。西地就是梵文的啊，梵文的这个名词，西地的意思就是成就啊。成就是什么呢？比如说我去修黄财神，成就是什么呢？肯定是发财呀啊，就是这叫做成就啊。但是我明天啊，给你一个成就啊，给你一个成就，你明天啊，我可以给你一个成就。然后呢，这个人就觉得明天他肯定是给我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啊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呢，他去参加一个聚会啊，聚会啊，这个聚会当中呢，他们在这个他们给大家吃一个牛肉的粥啊，用牛肉的粥啊，一个牛肉粥啊。牛肉然后他跟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他就吃上了这个牛肉的粥，他什么也这一天当中啊，他什么都没有得到。然后他就想，我昨天我的护法呢，不是他说要给我一个什么成就吗？怎么什么我怎么什么没有，什么都没有得到呢？然后就回去又跟他的这个护法对话啊，你不是说你今天要给我成就吗？我什么都没有得到呀，这成就在哪里呢？他就说，成就我给你了，你没有感觉到吗？他说我没有感觉到，我什么也没有发生，今天我就是喝到一碗粥，这个不是我，大家也有啊。他就说，你喝粥的时候，你这个一碗粥里面没有看到一坨比较大一点的牛肉呢？他说我看到了呀。他说这个是我给你的成就啊。他就说实在是没办法，你没有福报，我给不了更多的了，我只能这样子啊。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故事啊，你们可以看看这个蒲先生是演讲。人家真正的过去的高僧大德都是用这个啊故事告诉大家，如果你自己没有福报，是这个修黄财神也好，修护法也好，没有办法给你发财的，没有办法给你发财，你不要做这个梦。如果你要发财，你好好工作啊，然后呢，你就脚踏实地的好好修心啊。断除烦恼，成就发菩提心，菩提心，这个呢，佛教是他的专业，你一定能够做得很好很好啊。这些把这个佛法里面的那些东西，我们拿去发财呀，就做这些事情呢，啊，这个成功率很小。然后呢，如果能够成功，也就是有可能是下一世啊，有可能下一世，很多很多的这个。都是下意识，这个是有这个结果，但是这个结果是下意识了，很多的都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不要去做这些事情啊，在修什么黄财神的这些上面，希望大家不要花太多太多的时间啊，这个效率不高啊，这效率不是很高，然后呢，还不如直接去赚钱去工作。是更好的。但是学佛呢，就是我们是一个长远的计划，就是为了成佛，为了解脱而修啊，而学啊，并不是为了这些啊。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啊，这个今天我们讲的这个次第啊，我再重复一遍，归纳一下啊。从内容上来讲啊，从内容上讲，出离心、菩提心、
真悟空行，然后再去学密法的这些本尊的修法啊就可以了。内容上就是这样子，一二三四啊。从方法上讲啊，从方法上讲啊，先去听，这叫做闻，然后再去思考，这叫做思，然后再去修啊。然后从方法上来讲，闻思修，先闻再去思考，最后去修啊，最后去修。从内容上的次第呢，先修出离心，再修菩提心，再修真无空心啊，再修空心，然后最后就是修密法的这些各种各样的本尊。这就是我们啊学佛的这个次第，方法的次第和内容的次第啊。这个方法上面呢，这个次第没有按照次第去做，那我们做不好的。然后这个内容上面呢，也没有按照这个次第去做，也做不好的啊。所以大家希望大家努力啊。我知道这个，比如说香港啊，就是很忙啊，很多专家也说这个。工作压力大啊，很忙啊，因为这个生活的要求也高啊，这样子就忙。那么忙，这个就是意味着我们没有修行的时间了啊。但是呢，再忙也好啊，再忙也好，希望大家把这个学佛和修行也要当一回事来看啊，当一回事。不要把有空啊就去修，没有空就不修啊，想修就修啊，不想修就不修啊。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把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些事情作为头等大事啊，然后修行呢借头作为一个次要的啊，这样子以后呢我们不会啊不会成佛，不会解脱。希望大家啊要用功，要不然的话我们走的时候啊很惨的。这个要告诉大家，死亡这两个字我们很多人不敢面对，但是不能不再不敢再怎么样也好，这个不能不面对啊，必须要面对的啊。那这个面对的时候呢，除了学佛修行以外没有任何的方法。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再有钱的啊，再有权力的，再有名的，再怎么样的，我们所有的世俗的人啊都很羡慕的这些人走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大家好好想想啊。这个时候唯一的就是修心啊，修心。我们在这个地球上，在这个城市里面呢，就会再时间再长也就这么几十年啊，就这么只待这么几十年，然后剩下的就是时间就更多了啊，剩下的就更多了。所以我们为了这一辈子也要做一些事情啊，也不是说完全不做，也可以做啊，但是呢为了更长远的这个时间呢，还是要有计划有次第的去修心啊，学习啊，这个非常的重要的啊。那么具体的这些修心的方法呢啊，今天又没有时间了啊，这个我们现在啊用十分钟的时间啊，这个要给大家讲讲这具体的这方法，不讲的话那我们的这个可能是没有机会了啊。具体的方法讲一讲，简单的我可以简单的说啊，你们可以看这个慧灯之光里面有一个文章叫做处坐与如坐的修法啊，这个大家可以去学。然后有这个有 DVD 可以看，网上有视频啊，有音频，其实这个里面讲得很清楚了，但是我简单的也给大家说一下。好，那么我们大坐的时候怎么样大坐呢？我刚才一直都强调大坐修心啊。那怎么样大坐修心呢？大坐的方法首先是身体啊，身体的姿势是非常的重要啊。身体的姿势有七个啊，七个哦。首先这样子啊，还有在这个之前呢，比如说我们大坐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准备大坐大一个小时的话，首先做一个前期的准备啊。前期的准备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在这一个小时当中，我们要处理的这些事情全部做好，比如说要上洗手间的话去上洗手间啊，然后要这个门窗户要关掉的话要关，要大
开就开，然后把这个所有的电话关闭，然后其他的这些，总而言之在一个小时，比如说一个小时当中需要做的事情、需要处理的事情全部处理好，免得我们在大做的时候又要站起来又要去做什么事情全部做好。然后呢，把门关起来，或者是就回避这个外来的这个干扰就找一个相对比较安静的地方这个是前期的准备。然后呢，身体的姿势就是腿要盘腿盘腿单盘双盘都可以，腿要盘。盘腿的时候很多人腿疼受不了，那这个时候有两种方法，一个方法是要坚持一下坚持一下，要忍一忍，忍一忍，这个一次两次这样子忍住了以后呢，然后这个问题就彻底的解决了，从此以后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这是一个方法但是这个就是要有耐心才可以的。有些时候我们可能痛的实在是受不了了忍不住了这样子呢，大坐的时候心可以大坐，但是呢腿可以稍微活动一下活动一下，然后由盘腿开始修，这样子就逐渐逐渐的就适应了，就没问题了。好，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手要这样子接钉印钉印是什么意思呢？左手这样子放在下面，然后右手就这样子放在上面，两个拇指头碰头碰头，最后这个手就放在这个肚脐下面的四手指丹田这叫丹田，就放在丹田处这样子的。我们看到阿弥陀佛的佛像是这样子的这是第二。然后第三是这个两个胳膊要这样子张开张开了以后呢背后的肌肉全部放松这样子就比较不累要胳膊张开，这是第三张开，不能这样子的张开。然后第四呢，身体要端正，要端正，不能向左、向右、向前、向后歪，端正第四。第五，头往稍微往前往前低，稍微往前这样子好，当然也不能这样子了好，这是第五。第六，这个舌头就放在这个这牙齿齿根或者是低至上颚都可以的，这是第六。第七是呼吸，呼吸的时候呢在这个口腔和鼻孔同时很自然的这个呼吸，不要特意的跳快或者是慢这样子呼吸。好，这个就叫做毗卢七法这个也很重要尤其是我们刚刚打坐的时候呢，身体的这个姿势也是很重要的，这是这个第一。然后第二是呼吸呼吸呢，这叫做排除污气。排污气的意思是说，比如说我们观想的时候呢，首先把我们的这个所有的这些杂念乱七八糟的杂念全部排除清理，把我们的内心当中做一个清理干净了以后再去修再修比如说我们吃饭的时候先把碗洗好洗干净以后就用来吃一样那这个怎么样清理我们内心的这个垃圾呢？垃圾念头要清理内心的这个垃圾的这些情绪，垃圾情绪全部要清理怎么样清理呢？有一种方法通过这个呼吸，再配上一个冥想观想的方法来清理这个大家看这里左手，首先是左手的拇指头摁住这个倒数第二个这个手指叫做无名指，摁住这个指根这个指根摁住压住，然后呢其他的四个手指就放在这个木枝上这样子，这叫做在密法里面这个叫做金刚拳然后这放在这个左腿的腿根左腿和右腿的腿根有两个穴脉，就是经脉和动脉经脉和动脉就放在这个穴脉上面压住
好，这个就是左手啊。然后右手呢，右手有这样子啊，这个拇指摁住这个无名指的指根啊，然后其他的这个四个手指啊，放这样子，四指要伸出来啊，四指要伸出来，其他的三个手指是跟刚才左手一样，好，这样四指伸出来，然后先手心朝上，先放在膝盖上面啊，放在这样膝盖上，手心朝上啊，然后呢啊这样子啊上来，按住这个右啊右边的右边的这个鼻孔，压住右边的这个鼻孔啊，然后从左边的鼻孔拍气，这样子啊，先深深的吸一口气，这样子吸一口气，吸了以后呢再拍出，这样子长长的拍啊，拍的时候，拍气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观想啊，观想什么呢？我们从无始以来的这些贪嗔痴烦恼，还有我们今天一天的这些垃圾情绪，全部都变成了一种黑色的气体啊，又脏又黑的一个这样子的气体，然后从这个左边的鼻孔里面拍出去啊。变成一个这样子的这个情绪啊，都变成这样子的气体，把它转化一种气体排出去啊，一次两次三次，好，这个完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又把左右手换啊，右手这样子，刚才这样子，左手啊是一样的，然后从右边的鼻孔一次两次三次，观想都是一样的啊，都是黑色的气体。然后第三个呢，左右手两个啊，左右手两个这样子啊，两个一气啊，一气摁住这个左右手，一气摁住这个左右腿的腿根的动脉和经脉啊，然后两个鼻孔同时啊这个排气，首先要吸一口气，这样子一次两次三次啊，观想的方法是一样的。好，这个第二就是呼气，清，这个叫做清理啊，垃圾情绪啊，这个不是佛教的语言啊，就是我们大家为了大家方便理解，嗯，好，第三，这第二结束了，第三我们要观想啊，观想面前的空中，要观想释迦牟尼佛，面前的空中是什么？就我们从头顶往前一皱啊，自己的一皱，然后再往上一皱，自己的一皱，大概就是这个地方啊。观想释迦牟尼佛，这个时候我们不是观想我自己，观想释迦牟尼佛啊，不是自己观想释迦牟尼佛，观想在前面啊，面对着我，然后呢我们把释迦牟尼佛和自己的根本上师都观想为一体，无二无别的，然后在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佛前，我们发起了一个非常非常虔诚的这个心啊，虔诚的心心，祈请释迦牟尼佛，祈请什么呢？啊，祈请释迦牟尼佛，加持我，我能够在这一座当中能够修处啊。如果我们在修出离心的话，那就修处出离心；如果在修菩提心的话，那就修处菩提心；如果在修空心的话，那就释迦牟尼佛加持我能够证悟空性啊。这样子念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名号啊，这样子这个祈请，祈请完了以后，然后慢慢的佛从边缘上慢慢的发光啊，变成一个光，最后呢佛就观想为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光的啊，这个光的这个圆圈啊，圆圈啊，光点啊，这叫做明点，然后这个明点从我进入我，从我的头顶啊，梵穴这个地方进入啊，到了心口的时候，观想释迦牟尼佛的智慧和我们的心啊，成为变成无而无别，在这个状态当中，什么也不像啊，过去、未来、现在什么都不像，当下也就不像什么，不思维。安下来，安住下来啊！安住的意思呢，当我们没有证悟空性的时候呢，只是我们什么也不像而已，除了这个以外就不会有什么啊其他的，啊，就
证悟了以后，我们可以安住在这个证悟的境界当中。好，这个完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就开始啊，真正的去思考啊，处理心人生当的死亡无常就可以了啊。这一切这个之前的啊，是一个具体的方法。这个我们修什么样的法都需要这个前面的这些修法，特别重要啊。然后修法修完了以后呢，啊就要回向啊，做一个回向啊就可以了。然后中间的这一块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这个中间的修法。但是中间的呢，我们今天不讲啊，我们这是今天讲这个次第。然后中间的部分就是具体的思维的方式啊，具体的思维方式我们要进一步的去学大圆满的前行、普贤上师研究啊等等啊，这里面有很清楚的讲了怎么样去修人生难得，怎么样修无常啊，就进一步的去学就可以了。好，我们今天的这个啊讲座呢讲完了。Sonum de yi tam cha zir ba ni dom ni ni pi cha ni pan shi Kir ga na ji wa mong cha pa Chi bin zho li zho wa zho wa shu Om a hum ban zir ng gir Pa ma sa de hum